大家好，我是方块，这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，也就是萌芽站长。今天我们来拍《虎中生存水放》第十集。哇，十哎，二位数字啊！外面，我要去杀掉他们。哇，原来这，好了好了，都死了。晚上了。对啊，收一下胡萝卜。食物哇，还有28个牛排，很够啊。真的、啊，食物很够啊。我这里很多食物哎，不过还是想收一下。好了，整理一下东西啊，准备去杀安德。对啊，我们要去中介了。终于啊，要去中介了。中介冒险，然后就可以结束掉普通生存实况喽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有几个中介珍珠？箱子里两个。哪里啊？哦，对，两个。那要多少个呢？三个，至少要12个左右。好啊，那我们去找安德，到处乱玩。所以我们还要再杀10个安德。安德用钻石哦，钻石剑。嗯。快速解决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快好了。熔炉里面竟然没东西。你有带马鞍吗？有一个。带一个钻石马铠，大家可以去收马。你有你身上有几个钻石马铠？一个。每个人身上都一个、哦。嗯。好，我带了。走了。不。看到安德就要砍。好。可以跑，一路可以用跑的，反正我们食物很充足了。你那边几个牛排？18个。我这28个。可是我有很多面包、胡萝卜啊。我只有4个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沿路查一下火把？好、啊，标记一下我们来过。哎、欸，这地方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了？有吗？不知道啊，有一次去沙漠的时候啊。没有安德、欸，就是有胡萝卜。真是，安德有很容易遇到吗？好像前面几集也很少遇到他。比较少而已。对啊，哇，弹好远啊！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有没有安德？嗯，没有，只有史莱姆而已。史莱姆？对啊，在上面，你的左边。哎、欸，沙漠。对啊，这是好像之前来过的沙漠、欸。沙漠可能会比较容易生存。哎、欸，蜘蛛骑士、欸，哪里？真的耶，要杀掉他吗？当然，一堆太多了。蜘蛛是怎么回事？走开！死光了。嗯，灭绝。吃一下东西吧你。哎，回沙漠遗迹了。那是之前来过的。对，就之前来过的那个。这边都是那个骷髅和蜘蛛。晚上啊，怪物很多啊。没有什么稀有种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上面有一只苦力怕，遗迹上面。我看到了。你要捡腐肉吗？不要，没什么用。总是有用啊。先找安德了，找不到了。我这里也找不到啊。虽然已经开够远了，但是还是看不到任何有安德的迹象。必要时就不出来，真是。对啊，需要他的时候还不出来。哎、那个欸，有了，好像有了。哪里？黑长直嘞。还是我看错，我不知道。我并没有看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哎、欸。哪里？这里，我这里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围殴。要砍了吗？一二三，再砍。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看他。死了、欸。没有。没喷啊。弓箭手，啊！一顿交给你了，后面全部都僵尸。没问题，搞定。哇，一下子就杀了好多僵尸了。哎、欸，有两个安德，哪里？过来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耶，真的耶。哇，机会变大了。能干掉一只。这个苦力怕，先干掉苦力怕。哦，两只一起死了。好了，准备了啊、哦，先杀一只啊。解决他，围殴。哎、欸，人嘞？还有只。哦，快死了，血量不够了。你旁边。我血量不够了啊！我血量不够了啊！死啊！我保护你，快回来。我
这边还顶得住，全部捡起来了。好好，捡起来，快点啊，帮忙！哎，不过不对，拿零食，继续开始了。不行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身上一堆那个东西还没带。僵尸危险，危险！哇，好多经验，等一下吧。赞！哎，我发现我的里面的东西都快没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在我这兒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，哎、欸，这是给你。哎、欸，头。啊？你的帽子在我这兒。哦，难怪我觉得少了什么东西。继续找安德。我整个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不要你，走开！我也不要你，我不要。我觉得沙漠最容易生成安德。对啊。看其他怪物，哎哎哎，有蜘蛛，看两只就解决了。哦、好爽！刚才克里帕一炸就飞走了，刚才两只安德都解决了，却没有半个中介珍珠。对啊，哎那个了吧？哎哎，你后面有两只克里帕一直跟着你，好笑！来来来。全部死了，安德，你在哪？他不是很不容易出现吗？什么？安德啊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坑。好像有看到。哇，又是蜘蛛骑士。一直蜘蛛骑士干嘛？没有，不是，分开来。等一下。是。后面苦力怕。古力帕不用管了，饿啊！一击就杀掉了，战士间超强大了，还是找不到安德，安德真的有够难找的。对啊，寻遍四海，到处乱跑也是没有啊，不然要干嘛？啊，超多的，而且看到一只，哪里？超多护卫，哇！快点，苦力怕！你觉得苦力怕很方便？哦，不行了，杀掉了，全部杀掉了。我后面有僵尸，帮忙解决。我快没血了。死了，全部死光了。准备干掉安德。快天亮了，快天亮了，快点来，一起啊！对着他的脚。好，我来了哦。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是啊，欸、有了，一个中介珍珠。所以这样我们现在只有三个而已。没错，我们找下一个安德吧。哎、欸，看那个好笑、啊，蜘蛛跟弓箭手互打。哎呦，快射你了！他送我一大堆东西。继续找。好。哇，太远了吧？幸好安德不会烧死，我们继续找吧。好。哎、欸欸欸。解决中介龙就只差这一步了。现在已经天亮了，他出现几率更低了。可是他不会那个、啊，因为那个。对吼，那这样的话，他生成的几率应该也不会变低才对啊。没有，它白天还是不会生成。真的哦？那我们要先做别的事吗？嗯，我们只能等黑夜再次降临。好、啊，乱就让它乱了，管它的。好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差不多了，快天黑了，等那么久了。对啊，我们开始找吧。好，走。第二天，早安德日记。哈哈哈，还有名字哎。走还快了吧？寻找安德，不用插火把吗？我这样回去吗？还是就照以前的标记就好了？我也不知道了，以前怎么走的？哎、欸，好像又有安德了，我刚刚看到、哦。那里又是那里？好像在那吼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他头有白色的影子，木椅。
冲啊！冲啊！好了，开始了吗？人类冲啊！啊，在这的，别砍了，不管了。那边还有一只，不是同一只。在哪里？是啊，死了，喷了，喷了，喷了，你两只，准备冲啊！来了吗？要看他。跑下去了。又一只，这几局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可是被外物围攻，可能要先躲起来啊，血量很快就不够了。我还够，解决。好，现在带几个珍珠啦？你那边？我这边一个而已啊。丢给我，这样子就三个了，还需要七只。好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刚才一次来三只，然后三只里有两只掉珍珠。我们还在遗迹附近哦。对啊。因为蜘蛛也太多了。对啊，僵尸也很多。全部解决掉了。走，继续走。好。这里好像有一个，我刚才看到了。哪里？那么远？对，我看到了，黑黑的，但不清楚，在山上。看到了，有看到吗？后面超多怪，好恶心啊！我被打了。后面恶心，我要清砍了吗？你就交给我。我要清砍了吗？你先砍，先砍。后面的僵尸群交给我。喂。耶！喷出来了一个了，后面还很多僵尸啊！我不确定还能撑多久。好了，解决了，看队友要解决掉啊！哇，还有好多僵尸，怎么那么恶心？我来了，臭死你！给我吧。这里。哦，对，我们还需要那个，不只要珍珠，我们还需要那个。烈焰神的炼感做烈焰粉末，才能合成中介珍珠。哇，还那么复杂、啊。没错，这一集就要先得珍珠再说吧。后面有僵尸跟着你哦。珍珠，珍珠。哇，还是喷奇怪的东西耶。哇，这附近安得难找。你别跑太快啊！鬼怕来了。那我先找一下安德哦。好。奇怪了。像那个分头搜索。在找，回头乱转，我现在到处插火把，让他不要生那么多怪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避难，撑不住了。哇！我在到处插火把，防止他生怪。他不看我也可以射我，好危险。我在这个遗迹前面插满了火把，绝对不会生怪啦。这样子怎么生安德？至少这一块区域要安全才行，怎么才有地方逃难啊？骷髅弓箭手解决就好了。哇！怎么了？埋伏。我来了！我这边，不要浪费那个钻石剑砍僵尸。谁呀、啊？僵尸。解决。说。我不是找安德吗？怎么现在来乱砍僵尸了？对啊，可是真的很多哎，这些僵尸还有骷髅。去找安德啦。
对啊，差不多了，快天黑了。天黑啊，对啊，那我在遗迹上面插火吧，好了，有点暗。遗迹就不用神怪了，当做我们的驻扎点了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在哪家？沙安的驻扎点。对啊，好，我们继续找安德。先回遗迹休息吧。喊了那么多安德，竟然一个也没喷。老天捉弄。对啊。然后有一堆讨厌的东西烦我们啊。一堆不友善的怪物。运气太差了。今天真的是太可怕。这广场好亮啊，现在。你插那么亮，安德都不会生了。就这段啊，这段让我们走在这安全一点啊。这怎么回事？我都快回不去了。真的啊、哦，看那一堆光线的地方就是很亮的那个。我看到了。看到哈。看来这一集还是没办法达成找到安德的任务。对啊，哎，你在这啊？饿，快进来呗。OK， 那我们这集也差不多到这边就要该结束了。哎，那有一个蛋，在哪？你后面。哎，好，下一集我们继续杀安德，完成我们的安德任务，对啊，这样才能去中介。没错，然后呢，再继续去解决一些烈焰神，才有烈焰粉末。嗯，好，那我差不多到这边做个结束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